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26日，现在是中午的12点钟，在纽约花园社区法拉盛市政厅这里啊，一会儿要发火机了。嗯，想来领取火机的朋友们赶紧，这里是1点钟开始发放啊，周围呢已经很多人排队了，很多人排队了，大家抓紧时间，给大家说一下，抓紧时间来。点钟是谁发呢？是这个金对西，他是市议员，在这里啊，你看工作人员很早就在这儿排，做准备工作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发，是排号吗？还是事先拿了号码？拿了票。拿了票的啊，拿了票的。那么是几点开始发呢？1点。哦，1点钟开始发啊。哇，都已经开始准备了啊。我们来拍一拍。哇，真的是火鸡啊，好大一只只哦。哇，好棒啊。是金对西先生发的啊，他是韩裔议员、啊，韩国人，但是他也是中国人女婿啊。哇，这个火鸡得有个7-8磅吧啊，好肥哦。还有这些零食啊，小吃，就在这个市政厅花园这边，还有韩国泡菜、韩国泡面。不过要1点钟啊，朋友们，刚才下雨啊，现在雨停了，就在这个北园，华人社区法拉盛市政厅这个小公园北园这边，要想领取火鸡的朋友们，赶紧啊过来咨询咨询，大家快来领火鸡，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市政厅这里，一点钟，我要紧急通知大家，赶紧的来领啊，是。市议员金对西先生发火鸡，是真正的大火鸡。可能有些华人不怎么喜欢吃火鸡啊，但是呢可以尝试着去做一做。上次我在唐人街拍的是发烧鸡，烧鸡也很好吃，因为那个是市议员马太发的，他那个是就是怕有些华人朋友吃不惯，然后发的烧鸡，这个就是真正的火鸡。大家赶紧来领啊，很大只火鸡啊，我看到有7-8磅啊。这是法拉盛我第一次拍这个领火鸡，今年啊，那天我是去唐人街的，唐人街那天也是盛况空前啊，非常不错，好多人来领，好多人来领，所以大家赶紧的来领啊，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市政厅。再给大家重说一遍，一点钟，赶紧的拿上你的证件，可能老人家我也没有。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老人家能领啊，反正大家赶紧的吧，现场已经排了很多队伍了，排了很多人了，很多人了啊，看到好多脚，对不对？很多脚。好，抓紧时间来领取。就在北方大道加油站这儿，市政厅，看一下今天的油价，3.55块。这个视频我拍完马上发给大家，赶紧的给大家说一下地址，就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市政厅这栋大厦，认准，大家可以坐公交车过来，对面也是台湾会馆，看大家怎么来方便啊。好嘞，我的视频要拍够8分钟啊，所以我给大家混一下啊。然后今天的油价还是比较便宜啊，所以住在纽约非常幸福，你看唐人街啊，还有其他族裔也在发火鸡，包括杰克森海那边西语的社区，他们就是发的火鸡啊。其实火鸡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啊，做不来火鸡，如果我自己的话，我其实还更愿意领那个烧鸡，就像唐人街那天发的，唐人街那天那个发的烧鸡也是非常棒的哈，是老外做的，是外国人大公司做的啊。火鸡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做啊，大家如果领了火鸡可能还要回去看一下那个菜谱书啊，抓紧时间，现在是几点啊，重要的事情今天要说20遍啊，现在是12点13了啊，好多人，我就不站在跟前拍啊，因为那很多人嘛。现在汽油价格是3.55块啊。聊点别的哈，聊点什么呀？聊点感恩节去哪里过啊？大家可以感恩节去看那个游行，梅西百货的感�en节的游行是早上8:30，大家要起早。
还是在说点什么呢？说点什么呢？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就混一下视频吧哈。隔两天去寺庙啊，去烧一下香啊，烧点高香。哎呀，拍拍这个吧，给别人打下广告。找工作就上华人168，华人168，网站非常好啊，网站非常好。1点钟发火机啊，同志们赶紧的，大家赶紧的，1点钟来领啊！这是大家投票有没有投金对熙啊？他虽然是韩国人啊，但是他呢也是我们，中国人，也可以说是华人的女婿吧啊。他经常是关心华人社区，不知道大家听过那个24小时抗议没有？就是关于24小时工作啊，金对熙经常到市政府，还有就是华车，金对熙呢经常关心咱们华人女性工人的一些情况，并且经常来声援大家，包括声援其他族裔的女性，包括墨西哥啊，就是关于这个24小时工作日啊，不知道大家看过我以前拍的视频没有？就是推翻这些有一些不平等的条约，改善这个工人的工作环境，提高他们的待遇，反正我希望大家都支持金对熙啊。门外已经排了很多人了啊，我就透着这个薄纱拍一下啊，外面不敢拍啊。很多很多火鸡，还有零食，等大家来领取哦。1点钟开始，请大家一定要来啊！门口已经站了很多义工了，我要把这个视频混够8分钟，混够8分钟啊，所以请大家谅解啊。门口站了好多人，好多人。今天天气还行，你看做好事就是好，好人好报啊！本来都是大雨的，一到这个发火机了，然后天气就晴朗了，一刻雨都没有留下了。今天天气还是比较清爽的，把那个地下的那些灰尘洗了一洗啊，因为纽约差不多都有7、8个礼拜没有下雨了。1点钟开始发火机啊，大家赶紧的哈，赶紧来排队啊！给大家宣传一下，还剩30秒啊，再念一下经。1点钟，大家赶紧抓紧时间，我拍完这个视频马上发，情况紧急啊，赶紧排队，因为它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啊，应该，它这个是有些人是拿了票的，但是没有领票的，我就不知道现场有可不可以拿，大家老年朋友最好带好证件啊，我也不清楚，大家自行决定来不来。好，这个视频先到这里哈，我赶紧发了啊。